如果是在佛山这边源头的买，它也要几千块钱。如果说放到人家专卖店里买，他卖你10000多也很正常。然后这个您是小心着收着，小心带着，这是我们送的，肯定没有您这个值了，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心意。这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东西。谢谢谢谢。你不要漏财放进去。听见了是吧？对。对我们要收了个山地。可高兴了，他说他朋友送的可能就200-300，然后但这个这肯定不简单，对，他不肯说，好好收着，到时候换一个漂亮的绳，要配个贵点的，太好了，这可以。都冰种起荧光了还不好，你朋友把这么贵的东西送给你，有什么贵不贵，反正就是喜欢吧。你这是嘴上说没什么没什么，心里想我朋友跟我真好，友谊地久天长啊。加油，这么好的朋友真的给我来一打都行。